银川公主您先走，那群匪盗就要追上来了，我等会在此尽力阻挡。可恶，你们多保重。那里也有伏兵，只能换条路走了。匪徒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拦阻本公主，还杀死本公主两名心腹随从，你们到底有何居心？公主息怒，我们想要劳驾公主跟我们走一趟，只要你乖乖跟咱们走，保证不会动你一根汗毛。你们胆量可真不小啊，在这之前我倒想问问你们绑架本公主到底有何用意？咱们兄弟缺钱用，想拿公主大人跟大王换点零用花花，公主大人莫怪。寻常盗匪会知道本公主微服的路线？我瞧你们的谈吐举止不像强盗，倒和大夏的军兵有点相似。这沙漠如此炎热，想必你是被晒昏了头，自己胡思乱想起来了。咱们这就接你回去，委屈你待个几天吧。是吗？我倒想看看你们有没有胆量动我。嘿，不愧是咱们大夏国声名远播的银川公主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只有得罪了。大胆盗匪，你们想对弱女子干什么勾当？这位公子，你是？小子，别多管闲事，小心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少跟他啰嗦，先杀了那个小子再说。姑娘，战阵凶险，请你先躲一躲。能躲到哪里去？可恶，居然在这个时候扭了脚。掌控之内。箭矢领命。婆娑平沙意，脚好疼，关键时候腿却不听使唤。
在史上立了。见识领命。布局。见识领命。神指，掌控之内。不过蝼蚁。缩平沙翼，掌控之内。取入婆娑平沙翼，看剑，掌控之内。见识领命。与我无缘。终于轮到我了。掌控之内。不过蝼蚁。请奉神旨。终于轮到我了。受死吧！这些人与舞刀弄枪上倒颇有些章法，似乎不像是寻常盗匪，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假扮成这个样子。哎，
这个带头的家伙身上有一封书信。书信？信里面写些什么？抓到他之后，千万不要伤他，以迷药迷晕之后，立刻带回宿州石塔待命，不得有误。咦，宿州石塔，不就是贺兰铁罕的根据地所在吗？你知道贺兰铁罕？是啊，他和在下有些过节。话又说回来，不知这批人为何要擒捕姑娘？姑娘于此可有所知？嗯，这我也很不明白。既然少侠也想找他算账，那不妨我们一起去宿州向他问个清楚。啊！可是贺兰铁罕在宿州布有重兵，姑娘您怎能？只要你们乔装成我的侍从，进宿州便绝无问题。那贺兰铁罕就算再大胆蛮横，也不敢公然对我怎样。我们正苦无进宿州之法，既然姑娘有此自信，那就姑且一试吧。我是你的，我的使命就是立于你的身前，将你的敌人尽数屠灭于此剑之下。